昌盛发，得香女人花，人见人爱，举手投足散发得香。得香女人花，勤诚似己，顺凡如意，与天共振。得香女人花，目目美满，万事顺利，令人羡慕。得香飘逸贵气，总敞扬。花似得香，终身平安永康庄。那各位亲爱的超马家人们，大家晚安。晚安。很开心呢，我们再一次呢齐聚一堂，在爱中共振，在感恩之中连结。那我们今天要导读的章节是第十五章《生命的奇迹，你我也可以》的第八段。那我们在开始导读之前，我们要再一次的来介绍《超级生命密码》这一本书。这一本书呢，是一本生命之药，能够解开你我千年的迷惑，揭开生命的秘密，即得重生乐趣，量身塑造太阳般的光彩，深获宇宙丰盛祝福，道出浩瀚星空殷殷期许，引领时期宇宙能量，改变生命地图，承运光的祝福，启动生命奇迹。在你我持开启本书密码的同时，永恒生命的智慧与宁静即将一一被展开。持有本书能量生命即已圆满，轻松拥有密码之妙，解开所有的难题。同时呢，浅显易懂告诉你我光的神秘作用力，令你我事事如意。作者是太阳盛的导师，他导师呢著作这本书的缘由呢，是在2005年给予恩师 Frenchy 之后，因着天地因缘种种的邀约，著作了这一本书。那自从著作了这一本书之后，从此以后，许许多多的人呢，因为读了这一本书呢，生命产生了极大的翻转。那各地的讲座邀约不断，导师从此以后展开风尘仆仆的讲座行旅。时间过得非常的快，距离上一次的11月23号的讲座以及24号的课程，那回违半年，导师呢即将再一次回来台湾，那即将在下个礼拜三就在这一间共修教室跟大家见面了哦。那在共修教室之后呢，在6月2号以及3号。就会在板桥体育馆为大家举办这一季的最丰盛的心灵盛宴。那我们怀抱着万般期待呢，也要有一份期许，就是我们当天帮，将板桥体育馆挤爆哦。看那个，那看着灯贤大哥这样子，看他有没有这个期许，然后这一份信心这样。好，那。我想呢，我们是怀抱着无限的那个很开心的心情哦，因为这是我们超马要办一个好像很大的一个喜事这样子。好，那我们今天的导读是第十五章《生命奇迹，你也可以》的第八段。那我们请慧燕姐为我们导读第八段。老师好。主持人好，全球的超马家人好。好，我开始导读。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读到这里，虽然心中深切盼望，但又长叹了一口气，茫然地道出：你怎么会懂得我的实际困境呢？有那么多的问题，又怎么可能这么轻轻松松地彻底解决呢？所以现在我要特别提醒普天下的朋友，问题能不能够解决，会不会出现曙光，就在于你自己的那颗心。如果现今自己思维无法调动去解决自身各种问题的渴望，哪怕是十种解药在你的面前，必定起不了任何作用。但是世上的事困难与否，就在于你的心。若有第一步想要解决问题的诚意及恒心，很多时候宇宙世界里就会给你一个原先想到的简易解决过程，最终达到自己的目标，化解了原来觉得极为棘手的问题，进而真正掌握住踏实的人生，发挥这辈子我们应当要扮演好的各种角色。
好，谢谢慧燕姐的导读。然后这段呢，请慧燕姐分享。其实，真的，很多人在碰到问题，包括我自己，都会想，到底有什么方法可以解决，甚至于说谁可以帮我。其实真的在以前哦，真的寻寻觅觅找那么多，也用过了很多的方法，也花了很多钱哦。没想到真的来超马之后，我发现怎么有那么简单，这么容易，所以真的是超级欢喜的哦，就很喜悦。以前哦，以前真的碰到事情的时候，真的是怎么讲，那个是痛苦的那个分数是真的是无法形容。但是现在进超马以后，我发现每件事情好像都变成小事哦。好像不怎么样，很容易就过关了。就像我现在是，我是做业务的嘛，然后以前是业务的压力非常的大，自己就会给自己很大压力，然后就过得非常不快乐，然后每天就这样子，唉，怎么讲，就是每天就为了这事情，就让你非常，哎，非常的不快乐，就对。所以现在来超马之后，我发现说，哎，怎么会有事情就这么轻而易举哈？压力也没有了，然后事情就一一的就让你实现，好，达到你的目标。我觉得这个是真的在超马可以做到的，所以说，很多的朋友，好，我们也应该让他知道，在超马可以让他们的人生不一样。所以我就是见人我就讲，哦，我就分享，只要他们愿意，他们也可以。好，所以在这里就跟大家分享，谢谢。好，谢谢慧燕姐的这个分享。然后这一段里面呢，她讲到说，你怎么会懂得我的实际困境？有那么多的问题，又怎么可能这么轻松的彻底解决？那我就想到说，其实我妈妈刚进超马的时候呢，我就有建议她说，你要不要使用超马的方法，把你多年的咳嗽解决掉？他当下就马上回答我说，你不知道我这个咳嗽是多久了吗？我这个咳嗽是很严重，你不知道我也是有医生找到没有医生呢，我也是有药吃到没有药呢。可是最近呢，他自己悟通了其中的道理，他自己呢打开了他心中的那个开关，好，他自己将心门打开，忽然之间就解决了。那原因是什么呢？原因他怎么做到的呢？其实只要运用超马的方法，很多时候呢，宇宙世界就给我们一些原来想象不到的简易解决过程，最终呢，真的就达到自己的目标。那这个困难与否呢，就在我们的心。那这个心呢，它其实是在于解决问题的诚意以及恒心。那事实上呢，英奇刚在来教室的时候，哎，就有跟一个家人稍微聊一下。那我想这一段就是答案，就在这里，这么巧，这么妙，刚刚好就有这个对应。那我今天下午的时候，我到美柱的基因会，哇塞，真的是不得了，我刷新记录哦。美柱姐今天基因会哦，67人，我们给她一个掌声，哇！而且那个场地哦，真的是别有洞天。哎，我觉得楼下还不怎么样哦。一坐电梯进去之后，我觉得哇，这个地方能量好好，然后空间场哎很舒服。结果哦，更神奇的是啊，他说发心的那一位原来是在经营着某一项一个事业啦。他说生意就马上变得非常好，本来已经没落了，已经是夕阳了，已经萎缩了，居然呢、啊，他说每天都在。接课程啊，好，我们请美柱姐分享。亲爱的导师，还有主持人，我们在场。亲爱的超马家人们，以及我们所有视频的超马家人们，大家晚上好。好。
好久不见了，非常开心哦。其实今天真的是我们精英会就是另外一个成长。记得上一次呢是突破二十几个人哈、哦，我就高兴到爆了，你知道吗？那我后来呢，今天呢是突破六十个，对不对？其实呢，这个都是能量场。那当然呢，我今天邀请到我们英琦啊，来我们桃园啊，莉莉跟我们分享。那真的，英琦哈、哦、是我自己美柱的一个偶像。他一直说你不要一直说我了，可是我就是说真话呀啊，我的招牌就是我是老实树，我有什么我就说什么。那因为来到超马呢，我刚开始我是那个很严重的忧郁症，各位你们看得出来吗？现在看到我的人都说我很开心哈，就每天很满足，然后每天很法喜，很开心。因为在超马呢，真的这是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我举一个我以前听到的故事跟各位分享哈，就是以前有一只跳蚤啊。然后呢，你知道跳蚤的能力最好的能力是什么？跳。你知道它可以跳多高吗？两层半。它可以跳两层半楼这么高。那这跳蚤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有一天呢，那个科学家就要做一个实验，他就拿了一个透明的器皿哈，把那个跳蚤放进去里面，然后拿了一个透明的盖子把它盖起来。然后那个跳蚤啊一跳，哎呦，撞到了，好痛，有没有？再试一试，哇，好痛，又撞到了。然后呢，接下来他就不敢跳太厉害了，他就在那个范围这样子跳。然后呢，科学家再把那个透明的那个盖子拿开，他也就是在那个地方这样子跳，他不敢再往上跳了。那个跳蚤就是我。那我们想办法让这只跳蚤再活回来好不好？因为跳蚤本身它是一个非常会跳的一个，它就是会跳嘛，所以它叫跳蚤，对不对？那我们怎么办？怎么让它再恢复那个跳蚤的能力？有没有办法？想一下。啊，上次有人跟我说，永慧啊，修了，好狠哈、哦！我们不要，我们想办法。那我就解答了哈，大家我们就来直接说答案了哈，就很简单的，我们就抓了一把的跳蚤丢进去，然后呢，那只跳蚤就是我了哈，我就看到那个跳蚤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哎，我也可以跳跳看啊，我以前也是跳蚤啊，我也会跳啊，可是后来我不会跳了，因为我经历了太多太多的事情，让我的头撞得满头包，然后我就觉得我不行了，所以我就不再跳了。我就在很安分的在那个地方过生活，我说的那个人就是我，以前我就是这个样子，我碰过了很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我这一生应该就是这样了。在我碰到超马之前，我觉得我要认命，因为最后的我是一年半在超马这段时间学习，那在这一年半之前呢，我做了什么事？因为我年轻的时候成功过，我很想翻身，超级想翻身，而且我的大儿子因为他们看过以前我们那个那一段状况，他就每次回来就跟我讲说，一直说妈妈好像在讲假霸王要单戏啊，那种类似啊，不是这样直接说，但是他就是说为什么我们都不成长？那他每次讲了一段这些话之后呢，就好像那个刀子，无形的刀子就刺到我的心，然后他回去之后我就开始哭。最没有能力的人就是会哭而已，那个时候我就是这个状况。可是我现在站在这边，我非常感恩我的大儿子，非常感恩我的父亲，因为美柱的个性如果不是他们这样子用这样的方式，我一定就是那一只跳蚤，我继续这样就好，到我死了这一辈子就是这样。所以老师说灵魂记忆体，对不对？是不是记录着这一世跟累世的所有的记忆，对不对？我非常感恩超马，让我知道原来我还可以跳。因为我来超马我也曾经接触过，像我英琦说陈安之，对不对？我马一个人跳三缸，你敢不敢？听过会笑的人都知道这个人就是以前我们花了很多钱去教育训练，然后呢跳完之后呢回来，蛮开心的因为跳了三天而且那个舞我都还记得什么歌曲，你知道吗？知道吗？很难忘记，你看灵魂记忆体就记住了。可是我跳那个要干嘛？对我有什么帮助吗？我就是花钱买经验。那来到超马，我们是不是也要上课？
很多人都说，哎，差不多啊，差不多啊，差就这，差很多，差多多呢？你看哈、哦，我55年来用我的方式，用我以前所学的，然后我经营了一生，结果居然得到三个字叫做不幸福，真的很不幸福。可是来到超马，我短短花了1年半的时间。而且我下午有跟您一起说，我说我还是算比较笨的，我都还不相信，刚来的时候还怀疑。我每次想到我怀疑，我都觉得我自己好好笑。为什么？因为我就是那只跳蚤，因为以前被骗怕了，然后被花了很多的学费等等等等等等，然后就以为说我现在碰到了又是这样的事情，那其实是不是呢？根本不是。所以我来这边，我花了比较多的时间。各位，你不要像我这样子，你就把心门打开吧。然后好好的接受我们在超马所有的学习，你这样你就会成长得非常非常的快速。好，那这一只跳蚤呢，今天跳到67了，是不是？其实都不是我的功劳，都是天地的恩泽。因为从上一次的20几个人到这一次呢，我自己的感受就是说，我们只要好好的把自己的本分做好。然后老师说，我们就是在演这一场春秋大戏，我们只不过就是那个演员，我刚好就在这个地方，然后我就演这出戏，然后要很投入的演。那因为我自己发现我很多的不足，然后来到超马呢，很重要的一点是，我刚刚说这次跳蚤呢，发现了一件事情，非常的开心，就是呢，我发现啊，以前我做业务有非常非常多的那个突不破的那个困境啦，等等等等很多的。我来超马，我都找到答案了。你知道那个喜悦吗？因为以前是觉得没救嘛，就像我以前得前癌，我也觉得我没救啊，西医啊，没救。可是没希望、没救是最可怕的一件事情。那来到超马，我觉得我找到希望了。原来像刚刚慧燕姐讲的，每一件事情它都变简单了。为什么？因为我们接受到天地的法流。如果心门打开，这一秒钟我们就接上了。那我们自己慢慢去感受。那因为我常常听很多家人说，他们觉得什么什么什么，我说我是没有感觉哦，但是我每天都很拼命做心法，虽然做的没有很到位，我觉得我还可以再更好，但是我有很每天很认真的做。然后我非常感恩，刚刚那个慧雅说她礼拜天去看我，可是我不在，礼拜六，因为我提早退休了，所以我不在那个地方演戏了。因为以前我先生是做那个摆摊子的，那我是护士啊，可是我去帮他摆摊子，我12万分的不甘愿。我为什么要去帮他摆摊子？为什么要去卖笑？我以前都觉得我是在卖笑，因为你不笑，没有人会给你买东西。然后呢，我站在那边，我就一直在忏悔，为什么我需要做这样的功课？哎，忏悔好好用，你知道吗？后来我先主动跟我讲说，你提早退休吧，你去找你的太阳。我说你怎么对我那么好啊？我真的好感恩他。所以刚刚慧雅在说，我就说我好感恩我先生，因为真的爱就是你去感受、体会别人的需要，然后你给他。我先生真的很爱我，所以他知道我超爱超马，超爱基金会，所以他就放我。所以我现在礼拜六可以上公休课，礼拜天可以带着大家去发书。你们知道吗？这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情，因为人生。以前我们都不知道在干嘛，就是拼命的赚钱，然后又两手空空，不知道得到什么，其实是没有东西啦。那来到超马，你就会发现说，原来福德资粮是所有的一切。所以来到超马，我比较慢的，所以我比较慢悟到，但是还好来得及，只要你愿意都来得及。我知道来超马是要累积福德资粮，然后呢，这样子你就会不求自得。因此就是我的目标，感恩大家。他每次都说你不要讲这样子，可是真的啊，因为我如果说老师是我的目标，我觉得有一点很远、啊，对不对哈？那因此就坐在我前面啊，我就觉得有一个目标让我学习，好，然后我觉得好棒哦，可以在超马这么快速的成长，因为有人视线嘛，所以我们看得到，因为我们是凡人凡眼，所以感恩大家，感恩因此，感恩导师，感恩天地，感恩宇宙，感恩所有的一切，谢谢。谢谢大家，然后谢谢美珠姐，每一位都是我要学习的对象，然后感恩这一切的人事物。那刚才美珠姐呢，她讲到说，我觉得她很有勇气呢，把自己比喻成跳蚤。
那跳蚤呢要怎么样恢复跳的能力呢？我想也没有很复杂的，那就用这一招的方法就可以啦，金光登天大法。等一下就会教我们，就在这一招也怎么那么巧那么妙，这时候我们的腿那么长，可以登高到天际，接受太阳及宇宙星辰给我们的各种能量加持，这时候你会看到我们的全身上下从头到脚散发着无限的太阳金光，是不是很妙呢？所以呢，我们已经拥有这么简单的系统，这么多这么棒的方法呢，它已经给我们一些宇宙世界，已经给我们一些原来都想象不到的简易解决过程，最终也可以达到我们自己的目标。然后呢，我们得到这个金光登天大法之后，就不要再当跳蚤，要改写自己的生命地图，然后呢变成自成发光体，变成萤火虫，变成一个火箭，变成一艘太空梭，然后到达我们任何呢想要去的地方。好，然后接下来邀请易竹为我们导读第九段。人们说一善破千灾，在我看来，身上或围绕着身旁有没有光，是能不能够把问题彻底解决的首要条件。像有些人在生活中不如意，或者是有心结没有打开，最后糊里糊涂的用尽各种方法寻短，在这些人身上因为缺少光的引导，再加上复杂的磁场共振，引着他一步一步的往坏的方向去找解答，找到最后就在自己生命里提前结束了原本的篇幅，实在相当的可惜。但如果有一丝丝光的引领，循序渐进的朝着光明面去想，走去走去做，在迅速的把心态调整之后，就比较容易与大自然间那股光明面做一个充分的结合，进而容易将原先痛处、问题、矛盾都能够透过光的智慧帮我们做阶段性的提升，而轻松的解决自身的难题。好，谢谢。那这个部分呢，请今天换新发型的易竹为我们分享。谢谢导师好，谢谢各位汤马家人，好紧张哦，因为不知道怎么分享。就从以前就是还没进汤马之前，那回想小的时候经历过的，其实每碰到问题的时候，就像这个刚刚这个句子说的，就会很想去寻短，就觉得说人生苦短，为什么还要走下去？那就是真的从小。不知道那个，就像老师说的灵魂记忆体，就从小不断的就会有一直想说去走那一条路，可是后来就是慢慢的，其实我常常都说老天爷非常的疼我，那时候还没有进仓嘛，不知道说，其实我还蛮懂得感谢的老天爷，我每次都说老天爷你这么疼我，然后都给我路走。对，我每一件事情，那来的超马之后才知道说，哦，原来我也懂得感恩，所以让我没有走上那一条路。那其实在这成长过程当中，我发觉说现在的心越来越平静，就是说碰到事情的时候不会像以前那么up down，就是说哎都往坏的地方想。那现在碰到事情就觉得说哎好吧，既然要我去学习这个课题，我就去试试看吧。那其实你这样想的时候多半都没有什么问题。对，以前没有这样想的时候，就那种复杂的心境啊，各个方面的就会一直来。那你转念之后就会觉得说哎，其实也没有什么。对，就是只是你去比较勇于去面对问题，然后就没有问题。对，这是我的分享。好，谢谢。谢谢易竹的分享。然后这边讲一善破千灾。但是呢在实际面呢、真的善良可以让我们自己高枕无忧吗？那还有一句话就是好人不长命。然后我想呢，假设我们的善良
没有适当的工具，那只是让我们徒增介入更多的因因果果，在每一个肢体触碰之间，在每一句对谈当中，在每一个拥抱之际，其实啊，我觉得很多能量场它都在做一些复杂的磁场共振。那到最后呢，真的越来越棘手，而且难以解决，引领着我们呢一步一步往快的方向去找解答，而且呢找到最后还在自己的生命里提前结束了原本的篇幅。真的哦，因为我以前呢在研究手面相，那我就觉得我最自豪就是我的手相那么长，我的生命线这么长，可是呢就在我的工作职涯里面，因为业务工作嘛，它的好处就是很弹性，我可以跑来跑去，可以跟很多个人见面，但是呢它的最不好的部分就是我要跟很多人见面，做复杂的磁场共振，而且我要到很多的地方去，那个地方有的磁场是我们没有办法可以承载的，然后我们要到我们没有办法决定的地方去，然后呢有时候要到医疗院所，各个不同的医疗院所或者是其他比较复杂的机关呢去做很多那个文件的一些这是什么叫做对文件的申请。所以呀、啊、很快的我就发现呢、啊、我的后天的手相就变得很短，就变短了，然后有到后来当我觉得身体最不舒服的时候，我就觉得啊，难道已经到了吗？时间到了吗？就要一路好走这样子。但是现在啊，接触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之后，哎，我再看一看，再欣赏说，它其实又有一个延伸线，就又从旁边又延伸下来，又长长了。那这个呢，我想呢，这就是光的引领，有一丝丝那个光的引领，循序渐进的，我们往光明面去想去做，在迅速的将心态做一个调整之后，就能够做一个充分的结合。昨天呢我也到戏子基因会，那金佑的那个基因会哦，突破40人耶，哇哇，金佑好棒哦，那请金佑分享。而且他们那边有个里长超可爱，那个里长哦也好有奇迹哦，好多故事哦，真的超厉害，福泽邻里耶。亲爱的导师，各位亲爱的家人们，大家好。好。我是金耀，我们在戏子。其实我觉得说这一路走来，金英会我们是在1月29号成立的第一堂课。对，那很妙的就是说，我是上一趟去，那是我家师的时候8月。但是呢我也是那个机缘还未成熟啦，我都忘了金佑有去他是维加斯的第一趟。那戏子读书会是在那个时候发的约，但是我把时间拉得很长了，我说一年，因为我觉得说我还需要成长，可是我觉得说给自己时间太长的时候，对，就有推脱的机会你知道吗？然后呢当我确定我在很积极的准备在筹备的时候呢，真的助缘就来了，很感恩，就印证了说自助人助天助。那我跟秀棉其实我们有共同的朋友，但是我们不认识。那我们呢，我们认识是很妙，是在我们台北的大型大书会发完书的时候，他打我旁边经过，他是穿便服嘛，他的那个背心脱掉了，我要发书给他，他说自己人。然后我们就聊起来了，然后他说他住戏子，然后我说我也住戏子，我要跟你走了，因为他是要离开，那我手上也剩下一点点，那我就带着走，我说我也要走了，然后我们就一路这样子聊过去。然后我第一次跟他见面，我就说我要在戏子那个成立读书会，可以帮忙吗？他说好。他也很所以说，因为秀棉本来就锁定你了，非常。我觉得我们两个是互相吸引的，就是互相感应来的，真的。他也曾经说过，说他希望怎么样怎么样，然后正好就碰到我，那我也真的是
确确实实说，我很希望说有一个共同，就是可以，就是真心在超马这个领域上面的，因为，其实不是没有场地，而是场地不是那么恰当，所以我做了考量之后，就把这个机缘给，另外再找这样子。其实我是觉得说，正好要找对的人嘛，那很感恩宇宙天地让秀棉在对的时机点就出现了，然后他们在那边，他在他们的社区成立的时候，其实我们在第二堂、第三堂课以后也碰到了一些状况，就是有一些后面负面的声音蛮大的，就排山倒海的过来。当时有很多人，我们第一次突破20个人的时候，好像是第三堂还是第四堂，那一堂课之后呢，就有一些负面的声音就来扑盖而来，就好多人就不来了。然后这些人后来慢慢的有在陆续的愿意回来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说我们只要秉持着正面的思想，那个心念，做对的事情，天地宇宙都在帮我们，所以我非常非常感恩。其实这一次的那个突破40人哦，也是很感恩很感恩，就是我们正好都碰到了几位他上一趟才来，然后他就很愿意邀约，然后也觉得说他来了一堂课，觉得他收获满满，然后他就不断的去分享，然后他一个人就带了好多人来，非常感恩。所以说这是我过往的就是这一路走来的经验，我就是说真的要愿要发，然后呢要赶快去执行，然后真的是自助人助天助，非常感恩，感恩大家，感恩戏子家人伙伴，感恩。对，谢谢金佑的分享。那我听到那个他们那个里长的分享，我也觉得好感动。那个里长啊，他很可爱哦，其实他也邀约很多人来，而且呢他也很认真在推动，他也很认真在参加。那他有几个很棒的案例哦，他为什么要来到超马？其实呢他一直都在他们那个里，就是智慧里，然后呢在做的这个里民服务的这个事项。他有一个左右手，就是他的太太，其实他还蛮年轻的，可是有一天呢他醒来的时候，他太太在睡梦中过世了，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一个事实。那后来呢他就是因着一些因由来一直参加这个精英会，那后来就发生一些奇迹咯，比如说他有一次在帮人家用那个割草机，然后就被那个割草机整个从肚子上划过去10几公分，结果是刚好划到肉跟油最多的地方，就没事然后体验到真的无常。然后再来他的孩子，那本来好像应该考试成绩也不是那么理想，结果因着天地的祝福考上清华大学呢，哇，他真的觉得有给他很那个哈，很惊吓这样子。那他做了什么事情？他就是帮助别人提升灵命，因为负能量要的就是功德。那功德呢，有财布施、法布施、无畏施，其实我们都可以做，我们在各个系统都很认真的在做着这个部分。但是呢，在超马系统已经是做一得一百得一千得一万，可是最重要的，我们在超马里面居然可以做这个法布施，而这个法布施什么都可以得到，而且呢又可以迅速的帮别人帮自己提升灵命，可知道这个命有多么重要，一命抵命，命抵命，这个真的很重要。可以因为刚刚引起提到我们的那个李长伯，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感恩他，你知道吗？他不知道第几堂课，我记得是那个以如那一次去分享那一次，他每一次他起先那几堂课，每一次来的时候都是，都会事先跟我们讲说，我还有会要开，等一下我就默默的离开，哈，这样的状况。那我记得以如去那一次呢，他也是这么说，但是呢，他知道以如要分享的跟他有相关，因为我们有跟他打声招呼了，那他当时呢也是一样这么说，但是他越听越有味道，就留下来了。从
那一堂课以后，他有到场，几乎顶多是到外面去接个电话，几乎通通都是从头到尾参与，不再像以前那么的，就是来看。然后就更值得感恩的就是说，他觉得当他上了几堂课之后，他觉得说这是助人啊，他不应该要收费啊，所以他就帮我们做一个争取。对，本来那个场地是要收费的，那他就帮我们做争取，也很感恩，他真的很用心，然后他很希望可以帮助到李明，然后我们也是希望说可以透由这样子的连结，让更多人甚至更多的邻里都可以得到帮助，真的是很棒的一个连结，感恩，谢谢，很棒的分享哦。所以原先那一些痛处、问题、矛盾，都能够透过光的智慧帮我们做阶段性的提升哦，而轻松的解决自身的问题。所以呢，我想基金会呢，这个是要持续不断，分享会也要都要持续，还有导师的讲座课程都要持续不断的呢去做阶段性的提升。那曾经我在老师的一场这个第二天的课程里面，我听到老师讲一句话，那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一直我的灵魂在期待的那一句话。像那间呢，我就觉得我整个灵魂都得到滋养、提升、成长、茁壮。然后我问导师说，导师你这是这一次这堂课加料哦？那老师说不是的，每一次都有讲，只是你自己没有听到。那我是经过六次的课程我才学习到这个阶段，那其实我每次我都有很棒的收获、很棒的体验。而到这一次的时候，哇，这个我真的觉得说老师的课程看似浅显易懂，其实里面很多无言大义，很多的祝福，很多的礼物，要将我们的心门赶快打开，然后呢将我们的能量呢赶快呢迅速做一个提升。那所谓的我们想要的种种的一些事件呢，真的很快马上就可以得到，也可以吸收，这样轻松的解决所有自身的难题。然后接下来邀请慧雅。所以你很难用自己的种种思维去评判宇宙间可以给予我们的能量或智慧，但是我们自己必须先是一个好的接收体，或者是导体，你才能够有福气得到宇宙的祝福及天地的加持。所以我们千万要记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究竟自己要在这出舞台上扮演着什么角色，得到什么样的结果，真正的导演、真正选角色的人是我们自己，而不是他人。大家在每天忙碌的24小时里，究竟要活出什么样的生活品质，没有人能帮我们做最后的抉择，唯独自己拿出决定以及主意，朝着自己的目标一点一滴的循序渐进，才有可能迈向经济生活的族群中有着肯定的希望与可能。好，谢谢。那请慧雅分享。好，感恩导师，感恩所有的超马家人。那上礼拜导师讲的那个是人还是鬼的故事，大家，我应该上礼拜没有分享这一段哦。就是我没听我说，就是上个礼拜一晚上，我就是接了一台急诊刀，然后呢，那个急诊刀就是一个脑动静脉瘤的病人嘛，然后我就是，这是礼拜一晚上的故事。到礼拜三晚上的时候，就是礼拜一晚上的时候，他凌晨5点嘛，他不是我给了他一船很暖的被，我就告诉他，请你永远记得这个温度。我说我那时候就拿千年之约就跟他讲，是这个导师。我说你不用记得我是谁，但是你要记得这个导师，他教我爱跟感恩。然后我跟他说，永远记得这个温度。当别人有需要的时候，请你把这个爱跟感恩散布给需要的人。那礼拜三的晚上我就去值班。然后我就走过去的时候，我知道他应该会在那边等他先生，因为他现在还插管，还没有脱离险境。我走过去的时候，他看我一眼，我看他一眼，他就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他说：“
真的是你吗？因为我那时候穿便服。他说真的是你吗？你知道吗？我礼拜一跟我女儿叙述说，凌晨天亮的时候，有一个小姐拿了一件棉被给我，然后跟我讲这个故事，叫我记得这个温度的时候，我女儿就跟我说，你是不是看错人了？他说他自己也很恍神，他说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人还是谁，因为一整个走廊只有他，然后呢一整个走廊只有我，然后他女儿还跟他问说，那你确定他穿什么衣服？他妈就说他穿绿色的衣服啊，然后他妈就回答他女儿说，我会不会是真的是恍神啊？然后就是不知道到底是人还是鬼啊。后来到礼拜三晚上，我八点去值班的时候，他看到我，他说：“哎，真的是你耶！”我说：“是啊，是我啊，我要来上班了啊。”哦，我说：“你先生还好吗？”他就跟我说：“因为刚开始就是脑压可能有一些状况，然后可能就是有点危急。”然后他就很紧张，因为那时候我还有时间，我跟他讲，我说：“你不要担心，我说书我给你了，然后呢，我说这时候所有的思想你都一定要朝正面的。”那我说我们导师有那个感恩四句偈啊，这个也蛮好用的。那如果你有空坐在这里，那你就念一下那个感恩四句偈，然后去冥想那个光的感觉哈，去帮助到老公。然后来我跟他讲说，那如果有方法，你要不要试看看？我说我也不是在做推销啦，我说我地下室我放很多的书，千年之约哈。那如果你愿意的话，这时候老公这么的危急，你这时候你很想救他，你很想帮忙他。那你有没有想过说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帮忙他？我说，其实在我认为啦，发书是最快的。那地下室有免费的书，那你就去搬。他说，可是这怎么去发啊？他觉得很尴尬。我说有什么好尴尬？我说你现在的目标是什么？你现在的目标是要救你老公哎，你还有什么好尴尬的？这么好的方法就没有什么那个我的问题。然后跟他聊完之后，就整个过程当中，他姐姐在旁边。他姐姐就是很严重的忧郁症，他一看到我就跟我说：“哎、欸，小姐，你刚才讲的东西我好有兴趣哦，我很想要有那个你讲的那个光的能量。”然后他就一直盯着我看，我说：“你为什么一直看着我？”我说：“看你感觉上就是很舒服，好像似曾相识，就一直看着我，你知道吗？”我说：“我跟你讲，老师六月二号哈有那个讲座啊，如果你可以的话哈，欢迎跟我联络啊。我就是正好他们三个人专的，我就一人给他们一本千年之约，然后就跟他们讲那个讯息各方面的。”然后他就，因为我后续碰到他，我都还会再去关怀他。那就是说，你从超马的过程当中，我是觉得现在的我是把工作、生活、超马，其实是已经把它整合在一起了。因为我觉得随时随地，我要给人家的感觉，我要示现在别人面前的，就是我那个爱跟感恩的那个能量，要让对方能够感觉到我那个要给他之间的那个能量的那个交流。那这是要分享的那个故事，然后我再分享一下我前两天那个学妹的事，那真的是我觉得有点精彩。就是礼拜三我就跟那个学妹值班，然后我那时候我就在放导师的那个，我就说哎、欸，我有一个很好听的歌，你赶快听看看。就我一放下去之后，我那个学妹就有点出线条，她第一个反应跟我说，哎，这什么歌啊？这怎么唱的那么难听啊？然后五音不全。然后我就坐在旁边，我就深呼吸。我说这个是我们导师写的歌哎，我说这是一个很有能量的歌哎。他说觉得真的好奇怪，他就听懂歌，然后就非常很轻薄的批判。那我当时也没有说什么。其实我是到了礼拜一早上的时候，我有一个学妹，他们就跑来问我说：“哎，学姐啊，奇怪了，那个跟你值班的一个人到底发生什么事情？”我说：“怎么了？”欸、你知道吗？你礼拜三跟他值班，他礼拜四重感冒，而且整个声音都会锁起来。他们都，我都说没有哦。我那天我值班，我11点多，我带着那个小学妹，那小学我也没有感冒症状，那个小学妹也没有感冒症状。然后呢，那一天一整晚都没有到，我们三个人可以说是睡到天亮。其实已经排除了很多会导致他生病的理由。然后礼拜一的时候，很多学妹来问我说：“你到底跟他发生什么事情？为什么他隔天咳嗽？他真的是咳嗽咳到非常严重，然后整个喉咙都被锁起来。”我那时候一直想不出所以然来，你知道吗？我是到今天早上才想到。我就想说，我那时候自己的连结就是说他当下的态度，然后再者就是我一起床，我第一件事情我是先感恩，因为很感恩，你知道半夜几。半夜晚上值班没有包机会其实是不大的，
然后我可以睡到天亮。我第一件事情起来就是，哦，感恩。他还跟我说你在感恩什么？我说感恩我一整晚都可以睡，不是感恩吗？他就看我一眼。后来呢，那他接到7:20，我们就是有一个病人，就是要就是胎心音变慢，然后突然间紧急进来剖腹产。然后我们都准备好了，然后到7:10的时候，对方还没有退下，他还没有退进来，他就很奇怪。后来就说病人就是直接上产台把他顺产生掉了，就少了一刀，你知道吗？我又跟他讲说，哦，好感恩哦，7:10我不用再骂这个病人，你知道吗？你知道他不是他电话立刻拿起来骂对方，你为什么病人生产了你没有打电话来跟我们讲？然后呢，我们还在那边等你们这台刀，你为什么都不能通知我们医生？然后非常的凶，你知道吗？我跟他讲说，你干嘛对人家凶？啊，没有这台刀不是省一件事情吗？他说我要告你们上异常，我说好随便你。后来到我今天的连接到整个过程当中，就是他的态度跟他没有感恩之心。再者，我讲真的，那个后来我就今天也传了一个LINE给他，我说哈，我不是要吓你，但是我要跟你讲，宇宙天地，我说哈，很多的法就是很多的那个能量阶的问题是你所没有办法理会到的。你所看到的有些东西的能量场是高过你很多倍，不是只有你的主，因为他相信耶稣。我说，当然这个整件事情当中不是某件事，就是不是来处罚你，是在给你一个视线。视线是你对这件事情的态度。我自己也有跟他讲说，其实我们的能量阶是还蛮高的。当你那个态度轻薄轻浮的时候，其实我觉得是护法神对他的一个当头棒喝。我就跟他讲说，很多事情呢，当你融入，我说超级生命密码并没有宗教立场，但是它的能量是处于在一个很高的位阶，是你看不到的。我说也许因为你少了感恩，你少了尊重，你今天才可能才有这个样子的问题。我跟他讲说，我本来是好心的要跟你讲说，请你就当天的那个氛围你去做一个忏悔，也许你的感冒会有好转。可是你知道吗？他立马就跟我说：“我是基督教，你不要跟我说。”我说：“那没有关系，那就作罢了。”后来我还是忍不住的再传一个 LINE 给他，我相信他就收到了。我觉得以我这几天，因为已经连续5天了，感冒没有好，而且越来越严重，他整个声音都被锁起来了。我觉得也许就是在视线我。其实有些时候我们的起心动念，真的源自于我们自己生命的命盘。你把它转向哪边，它就会到哪边去。这是我的分享。谢谢慧雅非常精彩的分享哦。所以呢，我们呢要我们要如何去研判宇宙之间呢？如何给予我们能量以及智慧？就是看我们是不是一个好的接收体或者是导体。那老师呢？他这次的共修课程也常常有讲到啊，也好像有讲到，就是看我们是不是那个导体还是不导体？那我们一定要成为是一个导体。你看老师可以当落这么漂亮，这么美，这么美妙的这个歌曲《天地的恩赐》。你看我们呢、啊，这一次的6月2号讲座呢，就宛如一个新歌发表会，发表6首新歌，其实真的非常好听，愈听愈好听。愈听愈好睏，愈听愈好闻，真的哦，就是这么棒哦。那我们如何成为一个好的接收体，或者是成为一个好的导体？如何成为一个大气？看我们是不是一个受气？我觉得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有一个导师可以学习。那导师怎么做呢？我们也就怎么做。我自己看到的导师呢，是导师随时随地在度人，他随时随地哦，他不会说，他今天是一个导师呢，他就好像高高在上，他就觉得这个就是大家的事。那因为那时候英奇刚来的时候呢，我就听到导师，在去年，是在我刚来105年的10月份，好像回来办讲座。他说他坐计程车的时候就把那个计程车司机渡了。那他到7月份的时候到彰化去听演讲的去办讲座的时候，他也坐一台计程车，那导师在演讲的时候呢，是4月份，抱歉，在去年4月份的时候，那个司机就坐在下面听。导师是随时随地都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以渡人的机会。
那我们在四月份办完讲座之后呢，在邀请导师吃饭的时候，他就把餐厅的老板娘给渡，是不是？我觉得导师他就是秒秒都在为天地做事情，他不只是一个讲课的导师，不只是一个写书的导师，他是身体力行。那因为导师他这样子做，他有这样子的共振，这样子的能量，我们才有办法，我们可以复制，我们也可以去做一个传承。所以啊，我们就要从自己本身呢，就当做一个最微小的单位。老师怎么说，我们就怎么样去做，马上去做，马上受益，马上有所收获。那像老师现在要请我们呢、发这个德香幸福小卡，有没有发现，光发这个卡就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善缘、好运以及结果？那因此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也复制了坐计程车的这个简单的一个试验。像我以前啊，我每次要来那个从彰化到乌日高铁站呢，去坐高铁的时候，我都会叫我们的社区车。可是呢，以前我不发卡的时候，都固定同一个人来接我。可是我现在我想要发卡的时候，这几天哦，这五天都是不同的司机来接我。那我每一天跟他分享的时候啊，说真的，他们都要来呗，他们都要来听演讲，都要来听讲座，哎，真的很神奇。而且还有几个，他听了我们4月29号的分享会，他说很棒哎，而且从此以后都跟我讲实话。以前呢，都跟我讲说他们都修得很好，然后有的会打坐，有的是炉主，然后有的是那个宫庙的住持，然后晚上还有在兼着在跑一些道场。那他说其实哦，他说能量真的很重要，啊，智慧真的很重要，啊，那个顺境真的很重要。他说他其实都很孤单，然后家里啊都不是他要的那样子的圆满以及如意。他说哦，就真实都是长这样，然后很希望，假如有机会的话，去听听看这一场讲座啊，是不是当中有一些契机可以转掉他生活的这个部分。那还有再来就是，在搭计程车的时候，从台北到各个地方搭计程车的时候，我就发现哦，很不一样的司机，很不一样的，就是很多那个优秀的很佼佼者，他都会出现。那再来我们在发卡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哦，你很容易跟各行各业最优秀的、最善良的跟他接轨。那我们想想看哦。有时候啊，我们也不是不善良，不是不努力，可是生命当中啊，有很多，很多的人事物来耗弱我们的能量场。那如果说我们因着这样子在结缘的时候，一天认识两个善良有缘、很棒的人，然后因为呢学习了这个系统，又提升了他们的灵命呢，一天两个就好。一年当中，我们多认识了700多个很棒的灵命的时候。看我们的生命是不是马上就翻转？好，那所以呢，真正选角色的人是我们自己，而不是他人。那我们呢，每天都非常的忙碌，24小时，究竟要活出什么样的生活品质？我觉得慧雅真的很善良、聪明、美丽，又有智慧。她把超马跟她的那么辛苦的工作、那么繁杂的工作，整个很巧妙的做一个结合，不仅利益自己，又利益众生，真的很棒哦。那我们这样子朝着自己的目标，一滴一滴的、一点一滴的循序渐进，才有可能在迈向精彩生活的族群中，有着肯定的希望与可能。那接下来想邀请曼丽姐为大家做分享，分享哦，分享。我才来这边才2个月。我来到这边还大概今天是2个月，那我当我第一次是一个超马家人，我在那个永安图书馆那边去看书，那他就说这本书很好，你拿去看，那我就接了之后我就去图书馆，我就翻了之后，我觉得这一本里面有我想要的东西，所以我那一天的礼拜五我印象很深，
我当下那天晚上，我照着地址就来到这里。那我先，这个是我的过程，但是我最重要的改变是说，最重要的改变是有两，在这边有两个突破，但是虽然是小小的，但是在我的那个心灵里面，我觉得我已经跨出一个很大步，因为我是在那个佛教里面已经待了很久，然后呢，那个老师还跟我说，我给你取个法号叫忍辱。我说我不要这个这个法号，太苦了，我一天到晚忍来忍去，我还是忍不住。那后来呢，我也为了这个，因为他们又跟我说，六波罗蜜里面忍辱波罗蜜是最高的波罗蜜，那我心想说我也不要，太苦了，我忍来忍去我还会生气。那后来不知道为什么，那后来其实我在后来我看到一本说金光明经那个大鹏鸟，我就想说，哎，金色的光芒照耀宇宙的世间，能够让这个，我说这一部经，这一个经很好，我很喜欢。那后来就刚好遇到加玛这边，对不起，加玛，因为年纪大。那后来呢？我觉得我最大的突破是老师那个时候刚好发表那个德香女人花，我就听啊听的，因为我也不知道哦，听啊听，当然也有在看这个书，听听听，我突然感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觉得我的心性很坏，因为我一直生气，结果生气他觉得对我老兄发脾气，然后我就跟他说，我心里面想，怪不得我这么爱生气，然后对他很凶，我是很残忍的一个人。那后来那第二天，我第一天我那天我一直在想，哎，真的对不起。第二天我就跟他说，对不起，我那么坏，我还对你凶，你那么帮助我照顾这个家，我还觉得你很不好，我觉得我很坏，你为什么没有绕跑？因为我们觉得这个人很可怕，我们就要跑走嘛，哦，我说你怎么还没有绕跑，忍受我的个性。啊，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的心性很改变了，因为老师有讲感恩与爱，我当然后来我最深的一个领悟是说，我们一般都是看别人的不好，没有看到自己的不好，因为没看到自己的不好，倒觉得别人的不好，结果因为引申了贪嗔痴慢疑，所以呢自己在这个痛苦里面摸索了很多年，明明对人家很好，为什么我很痛苦，就是这一个主题。那然后呢，我就来到这之后，我才看到说，我老师有讲的是说，感恩与爱，我们要感恩我们周遭的人，而不是说感恩自己我做得很好。那个时候我就翻转了这个念头，一翻转之后，所有的事情我就反过来，我心里很踏实而且很淡定，所以这我就觉得那一天，因为我是在缅甸禅修，请了三个月的假，那我的朋友他就告诉我，因为他说我本来是两个月就要走了，因为我想老师既然要6月2号、6月3号，我就要留下来，好，我就6月9号走。那所以呢，那他们就跟我说，你的疗房，因为我的疗房是一个人住，那另外一个疗房是14个人住在一起，那他就说你的疗房已经被就是说因为你太久没回来已经取消给别人了，我只写了两个字，感恩谢谢你们帮我安排。他们吓一跳，那个人吓一跳，因为他以前我不会是这样的人，我就说因为我学到这样嘛，因为最重要是感恩老师在我的灵性提升里面让我看到了原来我的错误是自己不是别人，然后这样一个翻转之后，我就领悟到很多很多以前我没有办法体会的一件事情。以前有个老师跟我们说，所谓禅定，外离相为禅，心不乱为定。我就用这一个超马的这一句话，我找到答案。因为我们大家都没有说，就像我刚开始，你都坏，不是你这个做的不满圆满，那个不圆满，外离相。我就离了这些相，然后心不乱，
因为我觉得我心很淡定啊，哎，就是这样，老师说的，每天要做感恩，感恩与爱，因为知道了这个感恩与爱的内容之后，你后面为什么还要加一个秒秒感恩？因为我们过去是还有我们过去是太多的负能量，讲到负能量，我觉得很好笑，因为我们以前都会说啊，我是生气，我会烦恼，我会讨厌，我会不习惯，我会怎么样？就是老师讲的一句话，全部是负能量。我全部把它一抓的时候，原来这么简单，只要心里面起了任何一个念头，我就马上忏悔，因为我起了负念，就好比说啊，今天天气好热，这就是一个负能量，因为我对这个气候不满，所以我马上又忏悔，我说我看到我的负能量又升起，我又忏悔，所以慢慢慢慢的之后，我觉得慢慢我们在这个秒秒感恩的里面哈，我们才会能够把负能量跟正能量平衡以后，事实上本无，它都是很清净的，并没有说是因为你今天做了一个很高兴的事情，跟做了一个不高兴的事，事实上做了很高兴的事也是平等的，因为你如果你还要再抓取说我今天做得很好或怎么样，那个就是我们佛法讲的我慢，因为一个慢心，它会造成我们的嗔心跟贪心。哎，我做得很好，你什么都不知道，要这样做才是最好。那个时候我在想，我在提醒我自己说，连这个都放下的时候，内心是很踏实的。但是我还没有做到，因为我还在书还在继续的在看，因为我觉得我如果去到缅甸，我会把这一份爱给我周遭的那个禅修者。但是呢，我因为我有一个那个是我的一个目标跟想法，那个是因为是，所以我想把它学完之后，我再来回到加码更加把劲。但是我并没有超码，但是我并没有放弃这一个，因为它是我成长的一个历程里面，我真的感恩老师，他没有讲出来，我大概会下地狱吧，因为没转念嘛，真的没有。很多事，很多你看，很多佛教界他们都会生气，他们没有转念，但是就是老师把这一个秘密讲出来之后，我就照着这个方法一做，我整个就拜拜了，我就觉得哦太美了。但是我还要去度别人的时候，我会知道，像那一天我去发书，有一个人就看到那个人，啊，你看那个人怎么？我说等等，我跟你讲哦，这是你起的念哦，你在起嗔恨心哦，你有没有看到？他马上把嘴巴捂住，不敢讲。但是我又跟他说，其实是我们要从这个地方，我们的心念里面去转，因为秒秒感恩，所以偈语里面有讲，秒秒感恩加以珍惜，因为这个偈。就是这个镜让我们看到我们的那个维系的错误，然后我们马上忏悔或者是感恩，也是感恩他让我看我的内心还有这个污染，我马上就把它清理了。所以这个是很，所以老师说最后那个寄语又讲到说要补妆啊，因为我们有漏，赶快补妆，然后才会圆满。大家都哦，我当我看到寄语的那一篇文章的时候，我突然清醒了一些，因为我觉得那个老师里面讲的都是我们修行里面没有要去认真的地方，所以我只有说一句话，感恩这一句话不是随便讲的，因为从我内心的灵性里面是发露出来是这样子的，所以我现在我看我先生更不一样，我觉得他好好啊，他这么关心照顾我。我觉得我这么幸福，我要去看书，好，我带你去看书，我要去上课，我带你去坐车。我觉得他在我的身边是这么好，当然相对的，我也并没有摒弃我自己的一个自私，我谁也看到，我就会发书给他们。然后我希望说明天，我听我先生说，在那个中和哈，中和有一个里长。他说每一个月的那一天，他会请很多人
吃饭，当然我会，我先生跟我讲了之后，我就今天就拿了很多书，我想我明天要去，如果有缘的，因为我就问我先生，会不会很多人？我先生好多人都来，因为他免费，他就是发心。我说这个里长我要去认识，那然后真的就是因为我接触的不太多，我懂得也不太多，我只能知道说，在我的灵性里面，我觉得因为老师的教导，我有提升，但是我一定把这一份爱给世间所有的众生。但是我因为还不成熟，我成熟的时候，我会真的是，这个是我其实从小就发的愿，但是我一直都懵懵懂懂，懵懵懂懂搞不懂，但是我只知道说我要去帮助别人，我要去利益别人，但是我一直都自己觉得我都不够，我还会起嗔心，我还会不高兴，我怎么去度别人呢？那后来我看到超马的时候，我就很感恩，因为他们这一个老师提升我们的灵敏，我不能够说他怎么讲，老师是我们的借鉴，我要跟着老师的脚步走，但是我自己又因为那个理想没有完成。我完成之后，因为老师有讲了一句话，就像那天他在上课，他在讲说，他不是在讲说现在6月2号快到了吗？然后呢，那个消防局就发出那个火灾的事，因为我们在那边有些像作用现起精英，因为我觉得我学了之后，我会更会利用。那像老师讲说，我们有没有去修这个史观？那我就去烧，就照老师的方法，我就去静坐，然后去修那个史观。因为我虽然是看不到，但是我觉得我心里面有一个声音跟我说，我就问，我就照老师说的那个有一个那个墓碑写的我的名字，我就问说你什么时候死呢？就有一个声音告诉我，然后我就说几月几日啊，他也告诉我，我说哦，我知道了，就这样子。其实老师的法很多都是帮助我们在修行上，有很多的那个，当然是周遭的人可以度，但是你的灵命先提升智慧，就像老师讲的，我们智慧的提升之后，那很多的事情就迎刃而解。谢谢大家，我讲的不好。谢谢曼丽姐的分享，哎，觉得听得好舒服，我觉得很棒哎，而且我觉得曼丽姐是非常的有爱，而且名字又叫曼丽哦，曼丽哦，因爱而富有，谢谢，哇，真的是太棒了。那我想呢，许许多多的人呢，因为来参加这个精英会呢，就可以得到心情上面或者是一些智慧的提升以及心情的平静。那我想呢，我们不只是要感觉很好，要心情平静，我们在我们的生活境遇场当中还希望得到进转，甚至于呢心想事成，甚至于呢自主，老师说的自主情绪，自主富贵，自主生死，自主睡眠。那该怎么做呢？那我想呢我们要能够自主，又要迈向最精彩的这样子的生活呢，有着这个肯定的希望与可能呢，就是照导师说的最简单的方法。好，那我们现在有最棒的工具哦，也搭着这个顺风车，导师要回来，那我们就尽情的邀约，然后呢趁着这个机缘呢，来尽可能的去接引以及帮助以及提升任何我们有可能去帮助的人，让每一个可能是我们最爱的人啊，我们最感恩的人啊，或者是他的灵魂正在呐喊着，他也想要这一套很棒很可贵的系统呢，也能够得到利益。那曼丽姐，因为我那天我自己在思维说我如何去发书，我突然想到学校有一个辅导团体，如果你们其实任何一个学校都有辅导团体，我直接就去找了那个辅导主任，因为那个主导主任他很重要，
我就告诉他，我就把书送给他，然后我就告诉他，因为他们每是因为那个是我以前待的学校，他们每一个礼拜三他们会有那个家长会的乐龄的那些人来，开也是开那种身心灵的会。那我告诉了他，我说这些东西，这些老师的课本，我说你看一下。他说，我说会对你自己的业务上跟你教导学生跟同事之间会有很大的一个帮助。他非常的高兴。那可是我因为我还要，因为我那天的时间很短，因为他可能还有业务，所以我今天我今天也拿了一些书，我就再拿，我还要再去找他。因为那个学生啊，经常哈，为什么有学校有諮商室？不过可能那个时间的关系哈，因为那个曼丽姐这个方法呢，可能就是适合于她，但是我们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得到。对，那我很非常谢谢她分享这个方法，但是呢，希望呢就是很就是说，也把这个我们的希望啊，或者是我们的这个想法呢，真的就把它化成。他就真的接引来到了这个部分，但是导师说，我们一个人呢，很热情的邀约他三次，假如他没有这个机缘呢，就祝福他。对，有时候我们就执着说非要他不可，可是有时候机缘呢，他是未必就成熟。那我们呢，也可以为自己的生命呢，邀请更多的方便的帮助，不论是宇宙星辰或者是自然天地，用对的方法，想对的事情。做对了决定呢，就会一步一步的往上爬。那我想呢，我就看到导师在接引，就是这么简单、自然、方便，随处、随时、随处、随缘、随地，他就结缘。那有时候呢，因着天地的邀约，因着宇宙的祝福，我们都会有这样奇妙的机缘。那有时候呢，我想呢，所谓自助、人助、天助嘛，好，最重要的呢。我们呢，就是依照导师所讲的这个心法，那在我们的忏悔发愿里面，然后跟太阳公公啊，然后所有的这些能量场呢，做一个结合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呢，会有很多的共振，以及呢很多奇妙的机缘。好，那希望呢，就是广邀这样子的天地友情，然后塑造呢我们各种。灵命提升的可能性，事实上呢，我在今天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们有一位家人，他其实有遇到一个困境，那是有关于身体健康的这个部分。那我想呢，我在这边呢，稍稍的做一个分享。其实我们呢，若是运用这个系统，只是来参加精英会，只是好好的练习心法。或许我们很快的就感受到了那一份甜蜜的滋味，但是呢，真正等到负能量执行的时候，或者是净产生的时候，我们的福德资粮是不是够用？是不是我们平时就要开始努力创造？那这个数字有多少？这个量有多少？要我们在心法里面好好的落实去平衡。那我们都还有时间，都还有机会。那因为天地还在为我们开这个方便之门，所以聪明有智慧的人呢，就是懂得有时想无时。那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导读超级健康密码。那没有书的家人呢，可以使用公用书。我们今天呢来导读身心灵的整体健康13页。那感恩导师视线这么棒的系统，不仅提升我们的灵命呢，也为我们带来身体的健康以及财富的富足，果然是超级健康又富有哦。好，那我请欣荣为我们导读这两段，一二段。大家好。好，健康是我们身体的妇产院
人在生病，哦，护产物，人会生病，只能怪自己的心，因为一切的病都很，都根源于人的心，所有的问题就其根源，多是因为自己没有豁达的心，没有超然的格局，没有建立正确的对与错的标准，对你感受到你的身体心灵有混浊的状态时，最要注意的，因为这个相的出现是一种征兆，是要告诉你后面可能会有灾难跟着来了。比如说人尿液混浊，而且是经常是浊，就更小心了，那就代表你的肾功能有问题了。你要能解读这项资讯并开始找答案，千万不可以置之不理，否则问题越来越严重，以致到最后没有办法解决。心灵方面也是如此，当你觉得你的心很乱，当你觉得你有某种压力没有办法挣脱，当你觉得有无数的人对你有所亏欠，当你有无数个夜晚在被窝里流泪，当你闭上眼睛都是坏的景象，这些种种都是一个信号，都是在告诉你，你的心灵是污浊的，你要立刻去洗涤你的心灵，而且这种状况你只能自救，无法奢望身边的人的亲人朋友能救得了你，没有人可以救得了你，你只能靠自己。好，谢谢。好，谢谢。诗题为我们导读第二段。所以健康是要建立在身心灵整个观念之上，广阔的日子，灾难的多寡，就是处于我们大家的心灵。当我们准备好了一个健康的心灵、豁达的心胸，以及应得散发出来的光，所有的坏的能量信息只会和你擦肩而过，不过在你身上留下的痕迹。因为当一个人身上没有光的时候，他所带来的气是混浊的，是暗淡的，因此而形成的气场就会吸引负面的能量。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世界末日，我们也不知道下个礼拜哪个国家会因为什么问题引发战争，大打出手。你也不知道明天打开报纸会有什么耸动的新闻，或爆发什么传染病，这些你都不知道。也许你会觉得无法理解，其实所有问题的后面就是由于现象社会的价值观混乱，但太多人把做人的基本道理丢失了，大家都忘记了这些观念，心都丢失了，才会出现那么多的问题。人类如果不从观念做起自救，也许大灾难还没有来到，世界上就有哪个国家因为没有这个观念，就这样被毁灭腐蚀了。从个人的角度而言，想要消除这个可怕的可能性，就在于每个人对于人世间的祝福，祝福你自己，
这样的心去练习心法，多少都会。祝福你的家人，祝福我们的社会，祝福我们的地球。如果你能够用这样的心去练习心法，多少都会发生作用力。因为每一个正思维的花痴都是一股正能量。当你懂得这个道理，在 这些练习的时候，你的健康也就来了。健康不是一定要去医院才能实现，也不是要去听什么大医生讲什么理论才能获得。如果你有一颗真诚的心，对书中的信念的活用，你身边的亲人朋友，甚至以我们地球上面的众生，都可以因为你的祝福而有福。在这本书里所讲的方法很多，但首先必须强调的是，所有的方法要使用的第一步，就是你的心中必须要有100%的诚意，这样才能在后来使用这些方法的时候奏效。如果你认为这些方法只是可能、也许或是，那么这个也只能可能、也许或是了。然而，如果你今天开始，你诚心相信你已经拥有了一道很重要的秘密来帮助你，秘贴来帮助你，那么在每天的日常生活里，你即将开始有所转变。好，谢谢感恩。请思婷分享。那个国内沙麻家人大家好。好。导师好，各位沙麻家人大家好。好。真的好。其实哦，真的，本来我今天本来我想要来演讲的，我想想袂使，我今。顶礼拜第一届啦，我感恩芝美大姐，上礼拜她妈，一起的妈妈啦，她也去西楼啦，真的啦，我感恩她，她很热心的，真的，因为哦，像上礼拜我回南部的，是我大姐的，99岁去世，婆婆嘛。啊，我的体型一天定，本来头一天我会使透早定就会使，不过我提早定就是要第一上见面会啊。因为我想要甲阮二姐，因为我的二姐哦，诶，去年丈夫刚去世，今年又41岁的儿子又去世。哇，真的，是癌症，也真的嘞，负能量已经找到，一个已经找到，你这逃也逃不到，逃不掉，真的。我看到我二姐的心哦，手好像很沉闷，你知道吗？其实我回去跟她讲，哎，她很认同嘞，她真的嘞，她很花心的买10张的那个六月翁，因为我们去。上见面会的时候哦，讲回来，又要讲到2点才睡觉。我说这一本书很好，他的女儿也很认同。那妈，伊讲伊想要做印珠啦，因要做印给因弟弟啦，因弟弟做印珠给弟弟。哎，因查某囝讲，妈你袂使，你去做印你家己就好啊。哎，先顾在世啦。哇，伊甲讲一句尔，伊讲。伊想要印珠，我讲，这啊无你吼，你买10张啦，提升灵命较紧啦。伊讲好啊，听你有影，伊就买10张，你知道？啊，伊要搁出一台车啦，我讲，啊无咱两个来公家，我本来是讲我要出一台车啦。伊讲，咱无咱两个来公家啦，我讲啊，西丽敢一台尔，敢有可能第2台？伊一台已经人已经好地话，无咱会好啦。第2台唔知过。搁有啊无，我唔知影啦。啊，若有，我讲，我想要出啦。阮姐姐讲，
买来咱两个讲假啦，我讲随看啦，我甲讲随看啦。讲实在，下当平心一个家庭吼，真的，阮家是足复杂的。阮家离婚的人足多，一个家庭三个离婚。真的，我三兄嘛三个，四个哦，三个查某囝甲后生拢离婚。真的，阮是足需要咱这本草嘛。真的，我足希望吼，要甲咱西丽遐人。其实我天是看遐西丽，阮厝边仔遐哦，一寡拢在佚佗哦。迄个呾哦，头壳拢有问题，你知道？伊本来少年的时阵足好哟，甲三四四五十岁拢开始在佚佗，拢无代志，啊戆戆，啊奇怪，较早有足巧，咱拢变安尼。你看，一个人变化差足济。我感觉哦，只要咱若有心哦，天就有意。我感觉。你若愈甲伊传出去，我感觉愈会拄到贵人嘞。真的，真的。其实哦，我伫分组的时阵，你知无？我捡一张，伫银行迄一张卡，你知无？内底夹一张千块。我礼拜一提起行李哦，我甲伊讲超麻烦代志哦。伊本来我是讲，伊遐讲伊要甲我退去，你知无？讲妹，我要等伊。因好轮下要叫我要提予伊。我讲妹，我要等伊来退。我是要送伊煮，你知无？伊我来讲伊足认同，伊讲足面熟的。我讲你哪会迄张伊的卡，你知？搭在我的分组的边，我伫对面遐分啊，搭在遐，好像天地接引到了呢。真的呢，看到好，我讲要半点钟再来遮读书嘛。我本来无遐早来的，我想讲我紧来提予伊要上班啊。结果来嘛袂赴，伊九点就上班，我来才九点二十分啊，袂赴。袂赴，甲你讲到十点，你知无？再来，伊讲无要紧，伊阁送我到厝外口。伊讲我有机会，我先煮上看卖。我讲你会使参加这位奥号，我就甲讲，你一定爱参加。伊讲我若参加，我你定定伫遐分煮，我才甲伊讲。伊真正你天地拢会给一步一步的接引你上。啊，我来金碧家上课哦，回去又要接引的一个人。真的嘞，回去啊，刚下车，伊嘛是阮厝边啦，我就行一阵啊。拄到因翁哦，我讲恁某较好无？恁某较好无？因某食物件拢袂好，你知无？啊买一寡健康产品嘛，拢食袂好，啊搁买睏的物件，用恁都拢袂好。我讲恁某哦，是因个的关系。伊讲真的哦，我讲我顶下问我，伊要去食饭啦。伊讲我顶下问阮某看卖，啊我先了唔是办哦，我甲伊熟识，伊嘛留电话。我等下煮饭啦时，我就敲电话伊讲，大姐。阮拄吼，阮三重遐都因个爱笑一家有一个新年的读书会啊，我带你来遐好无？我叫读书会，啊，都妈妈都去。真的嘞，好神奇哦！迄阵去，伊讲伊听伊讲，林刚伊要过来，等下林刚再过来。伊真正吼听无啥会进入，我是感觉要叫伊提出，伊有病，你知道吗？他听不进去。我送他一个蛋蛋鸡，不能先听老师的要求。伊嘛唔听嘞，我硬提予伊。我讲你提你好啦，你罔听好啦。其实吼，他的女儿也是那个，会那画材呀。伊参加迄画材，电视台咧播，妙材啊！我袂做啥物材，反正我无咧甲记个啦。真正因查某囝就是迄个。参加迄个画，你知无？伊讲，我讲啊，你画对你敢唔好？有好就伊嘛去参加，你知？伊嘛去哦，又甲我讲，伊嘛去。伊讲我顶下问阮查某囝看嘛，我想要看伊看图来看一本书。讲实在，伊讲伊听无声，伊听无声，因为伊敢若负能量蛮高。只是伊，我感觉伊真蛮好气，伊愿意去嘛是。其实像这种人，伊袂想要去，我讲骗。已经哦，伊几啊年啊，伊买物件拢食袂好，伊已经足苦。那我们现在开始停止闲聊。我们开始进入机会这样子。好，我想到这里哈。好，谢谢师姐的分享哦，很棒啊，真的很棒。但是我们就很像那个家庭聚会嘛，我们自然就聊开了这样子。哦。那就是我想请以琳分享啊，台北秦祥林这样子，来分享一下台北秦祥林就是诗婷的儿子，
不是姐弟哦，儿子。老师好，谢谢讲。我妈妈，没有，我妈妈很可爱。没有啊，你对了，我妈妈，我妈就很年轻，因为我这几次来每天做心法，我知道我有感觉我自己的能量有在提升，但是还比原来的那个还有段距离，可是慢慢的有起来，我心比较稳定啊，有时就是电话来，比较有时会很忙，但是忙中心比较定，比较感觉事情都很容易解决，不像之前的，我的感觉是忙，真的是忙，真的三个忙。现在的感觉是心里比较定，但是只要一事情怎样从哪里处理就从哪里下手，我都有这种感觉，所以真的心法真的一定要做，每天做的话，自己的感觉我都有感觉。其实，好，分享的非常好。那我们赶快进入那个原来自由可以很简单哦，因为时间真的过得飞快。然后请飞贤大哥导读导师的部分，以您导读徒儿的部分。然后再把麦克风把鼓回去给你。我们今天导读19页，化解情绪压力第一步，根除负能量。哎，你有没有觉得我们今天呢，真的是环环相扣哦？好，三个部分。第19页，书到用时翻不到。老师好，家人大家好。好。化解情绪压力的第一步，根除负能量。你讲了这么多原因，你平心静气想一想，如果用上超级生命密码系统和和平和平常我所讲的观念，这些都会是问题吗？连导师清喉咙都学那么像。不会。如果不会，进了超级生命密码系统一段时间的，还存在这些问题的人，这代表实际操作面还是有瓶颈，没有切切落实超级生命密码基本潜修123两步骤123，才会容易受到别人的影响，甚至受到天气的影响，情绪跟着外有环境行驶多云。我这里但有些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有些却是挥之不去，这又是为什么呢？我看了这么多的情绪压力的案例，说穿了它两种可能性，重点在于源头点，就像感冒的源头有两种，第一种是一般病毒引起普通的感冒，另一种是一过性病毒引起的流行感冒。相对于情绪来说，一般病毒就是普通的情绪，比如说，你看他人因为
沟通不准，沟通不良，因此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相对的压力就迎面而来，这是一般的病毒，时间一过就会自然好转，而另外性病毒的源头就是负能量，阴性在此。既然有效的治疗法，几乎有效的治疗法，也没有特效药。好，谢谢啊、哦，谢谢两位的导读。然后接下来邀请金碧姐为我们做分享，只有五分钟哦。亲爱的导师好，全球超麻家人好，主持人好。好。我分享这个情绪哦，情绪压力真的，如果一直让它起伏不定的话，就是像一颗不定时炸弹，随时会炸开的。那，我最近发现哦，我有个好朋友，这个好朋友哦，他的儿子因为忧郁症哦自杀。那我这朋友我邀他好几次来参加我们的精英会，他一直认为他原来的宗教是最好的，所以拒绝我好多次。那这两天我要打电话给他哈，他先生接的，他先生跟我讲，他到南部去参加一个礼拜的浴佛，他说一个礼拜回来一定会改变。那他的先生就跟我讲，他说你哪个性会改哈，去个大南部哈。那他这个儿子真的很可惜，他儿子他自杀以后，他妈妈哈发现他，因为他从研究所毕业以后，一直在兼很多差哦，兼很多在那个补习班兼很多课，那也结婚好多年，因为一直在吃药，所以不敢生小孩。那他这个儿子就是他过世以后，妈妈发现他好多存款，因为他不断的兼差嘛，在补习班兼很多差，所以一直赚钱。可是呢，全家都忙到都没时间讲话。我们都知道，当老师的人每天接收很多学生，来自学生还有家长的负面的这个情绪，然后接收到很多那个讯息。可是他一直积压在心里面都没地方发泄，没有地方讲，连讲话的对象都没有。太太也是半夜才下班，那妈妈呢？妈妈退休以后又去读书了，读那个从早到晚才回到家的，他到新竹去读书。那爸爸是律师，大家都忙得要命，回家都没机会。那甚至他要自杀的那天，还跟妈妈讲，他说：“妈妈，你不要出门，你只要出门我就想死。”结果妈妈不出门。那我这个朋友我们在宗教里面几十年，那因为我知道他情绪真的很不稳定。他虽然修了几十年，但是他讲话经常会一句话会刺到像刀子一样刺到人家的心里面去，所以这个情绪没有改变的话，真的是会影响到儿女，整个家庭都受影响。那天因为我送书给他好几次，他不收。那我那天打电话去的时候，他跟我讲，他说他现在心里很难过，他儿子刚自杀他说接下来就是他也不想过。他跟我说，我现在才能够体会到这个白发人送黑发，黑发人的那个痛苦。那现在呢，真的像我精神上有状况的真的很多。像我接触到一所小学，我们家附近有一所小学的主任，我送书别人学校送书的，送了一年多，可是他们都没有空看书。那他也来参加过导师的讲座，他的儿子就是忧郁症患者。那我们人有的人他不愿意爱面子，他不愿意讲出来，真的很多这样的问题。那我也想到说，我几年前我有去上一个课，我拿了很多的执照，很多的职业执照、工作执照，我很多，那很想去
家还是医院里面，真的很多这种精神有状况的。我那时候去实习哦，我就看到一个双博士，四十几岁而已，你从他身边走过去，他都给你吐口水，给你吐口水。那另外有一个将军哈，他已经他退休以后，你知道那个将军他们的待遇都很高，他退休以后每个月都领十二万，可是他的十二万都是付在付那个养护之家，就是那个护理之家，每个月六万，然后那个复健就六万。那经常呢，我就看着他拿了一叠，听说那也是假钞，每天都在数那个假数那个假钞票。所以像社会上的这么多的问题哈，家家户户都有很多这种问题。如果可是人家都不愿意讲出来，那如果我们有缘哈，发书或者说接引到家庭里面有这样的问题的人，我们真的很容易就让他们很容易就解决这些问题，真的非常重要。说我们是接引人是非常的重要。好，那我现在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哇，感恩以上各位家人的导读以及分享。那所有的不圆满呢，以及不足呢，那我想呢，都是因为能量不足。那普通的问题呢，症状呢，用普通的能量来解。那很严重的问题呢，症状呢，以及呢，各方面的人事物上面的引用呢，就要用非凡的这个能量来解。那我们呢，在利益别人之前，我们其实要先利益自己。每天呢，用步骤一二三呢，来落实呢，来守住自己，来守护自己。那我其实因其呢是比较建议呢一早就把心法做了，然后让一天呢都是明哲保身。除了做心法呢，其实到了晚上或者是有空的时候，就把那一讲的弟子规也跟着落实起来，我们一整天的能量呢也比较不会外漏。那除了呢只是做心法呢，我觉得导师的法语还有呢来自于牌卡或者是每一本书本呢，我们可以有纪律的、有秩序的去做一个循序渐进的学习，或者是说我现在能量比较不足，或者是说，我每天呢也是很定时的、随机的呢去抽一下牌卡，去共振一下书本，你会感受到那一份滋润，还有那一种呢，那一种醍醐灌顶的那一种加持。接着呢，要在更加迅速大补特补的时候呢，我想呢，电话拿起来，有空的时候呢。就来跟朋友分享，或者是说随时随地我买个水果，然后呢我搭个计程车，我到 7-11 便利商店呢，我去买一样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很便利啊，什么就跟他分享着这个德香小卡，你会发觉整个能量通通都下来，然后我们整个能量场呢，能量阶呢都上升。而且呢更妙的呢，比如说可能这个人呢，他刚好会有一个问题，就刚刚好你刚才就读到那一段话，会跟他相应共振哎。那或 也有可能是哎，刚刚好呢，在你很不其然啊，一个很偶然的机缘下，你就遇到一个他刚刚好也是有相对应的这样子的一个灵命哦。那所以呢，我想这世界上的事情呢，真的都是妙不可言，唯有修持心法，然后接通天地的能量源头。打通内在的小小空间，转化成比较大的能量空间，那我们的爱呢才会真情流露，那我们呢想要的那一片丰富成就，那就更有可能因爱而更加喜乐丰盛健康又富有。那感谢每一位的分享，因为时间的关系呢，没有办法每一位都做分享以及导读呢，那每一位呢的导读分享都非常的重要，非常的精彩。那我们今天的精英会到这边，谢谢大家。